先老外，来个两碗，再配几盘小菜。台湾吃过德堡全场真的超级 hell fight， 真的太烫了，小丑叔叔你们卖的真的太瞎了，这碗真的太香了，不要再说了，等等等等，烟雾弥漫真的太香了，直接点下去，然后吃下去，有超高的 CP， 只要30台币才有高人气，不用太华丽，像是台妹那样拥有她的魔力，带着菜味晚上帮你开胃，不用排队，到处都有店面。不用崇洋媚外，就让他们跪拜。牛肉配上白饭，完全无法被谁取代。